是台湾，你想象不到，既然有很多地方的语言你是听不懂的，就各个地区都还是会发展出，虽然都是讲中文，但是都会有一些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殊用字。不见得是中文，有的是台语，可是台语当中又有不同腔调的台语，然后甚至是用词也有一点不一样，尾音什么什么之类的都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们今天有请到那个我们的方言专家。罗老师好，你自己是哪是来自哪里？南投，我客家人。你客家人？对对。所以客家人的那个尾音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也没有，没有很特别。但是客家，因为它也有一些的腔调不同，有四线，还有梅县，还有广东腔啊，还有所谓海风。那你要不要用少安？那你用你擅长的、习惯的那个客家腔跟大家那个 say hello。好 ，OK。各位电视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水生。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金杯的节目，非常的好看哦。谢谢。是谢谢吗？我再帮我们广告一下，说今天节目非常好看。对，我说谢谢啊。谢谢是谢谢吗？不是，安子谢。安子谢。不是，豆家谁嘞？我刚情急之下就乱讲。谁嘞？然后我们这有两排，他们分属于台湾不同地区的代表。没错。首先欢迎宜兰县代表谢慧杰。谢慧杰。我是宜兰的啦，吼，嘿，啊你哪去要吃宜兰？你是要名山？你要问我，吼，我的领口不到。吼，你这是宜兰腔，吼？我不是，我娘娘腔。没有送的，没有啦。对啊，这里还有。叫到宜兰，你就要用宜兰的腔调跟大家 say hello 了。宜兰吼，好，从来吼。欢迎宜兰代表秀慧杰。大家好，我不是纯正宜兰，因为吼我咧台北生啦，啊我爸爸是宜兰人啦，啊宜兰有个腔哦，比如说，你贵姓？比如说我姓黄。我姓吴呢，吴吴是吴吗？不是吴，是吴呀。吴黄哎黄，我们宜兰腔叫吴呀。好，啊你门有没有关？你门要关哦。门要门要关嘛？对呀。门要不是妹仔吗？对啊。不是，然后那个没啊，那个李强水水啊，水水啊，你食饭冇？你有食饭冇？食饭。饭吗？饭哦，你吃饭吗？所以不是饭啊，俺吃饭啊，配卤味哦。对啊，卤味肉燥不是卤味，卤蛋。来，啊卤味啊，特别不懂哎。对，宜兰明明离台北很近，就是他就是这种腔，隔了一个。好了，越来越远喽。对对对，好了来喽，我们欢迎台东代表萨基努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台东名产就是太阳、苍蝇还有粉蜂，对，台东人基本上都是没有在流汗的，因为粉蜂一吹，其实汗就干了，对，蒸发。那你有台东腔吗？应该说我们那边村庄的人讲话都会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会拉长音来分辨好与坏，好比说，你长得好漂亮，然后跟你长得好漂亮哦，哪一个比较好？当然是好，后者嘛。肯定的，台北人也差不多啊，好帅哦！所以台北就在学台东了。再拉长音是台东人发明的，对，台北人就习惯这样讲话。然后我们如果是讲国语的话，我们会有倒装句。倒装，对对对。我走先呐，我走先，不是我走先哦。哪里你去？昨天。哦。对对嘛，意思太混乱了。对对对啊。听懂，或者是说像什么？你到底听懂了没？你听懂了没？到底？对，是不是？我比你还像原住民。对啊，懂了吗？是否？好 ，OK。台北代表关韶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韶文，我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。台北有什么特色吗？说话？我觉得有一个特色是，有时候会不小心中音夹杂。中音夹杂。对，就是说我今天行程有点 delay。那不刚才那是你自己夹吧？没有。久了以后都会这样。你要不要试着拉长音看看？我现在身上有点 delay， 我非常的没有，因为我也是台北人 ，Ashley， 我也很喜欢 speak English，Yes。但我觉得台北人好像蛮爱就是简称的，怎么说？就比如说北车哦，然后台北车站，然后像我们高中有很多外县市来，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，然后我们就从小就念的习惯，说北车就台北车站。然后国馆、国父纪念馆啊，内科对，好来台中代表，大家好，我是海产，
其实台中口音还好，台中是讲话会有起手式啊，都先问人家真假真假，不管是真的假的，反正真假就好像是南部的吃饱了没，要不要来我们家做一样，反正都是假的嘛。每一个台中人开头都是真假，真假啊！你讲完，你讲一件事情，真假就算是真的，哎，真假。你比如说，哎，现在几点了？八点，真假，八点喽，就是我们这个习惯就会真假。口头禅，口头禅，没有没有，台中都会这样子啊，而且那个尾音也会 hill 是真的，还有腻腻啊。然后台，你们说台中人有台中腔，我们台中人都自己听不出来自己。台中腔就是还没，还没来，对，还没来，还没来，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来啊，还没啦，这样子有听不出来台中腔，因为台中人分辨不出自己有台中腔啊。但是真假我们听真假有啊，真假每个都要真假，还是真假是你自己很爱用，对，没有真假，真假台中几乎都这样，你进台中每个人都会问你真假，我没有台中的观众在看哦，有啊，我代表台中哎，这个会被台中赶出去哎，真假真假，是这样子，你们很懂台中哎，如果乱讲的话，台中那个观众会留言骂你哦，你不要代表我们台中乱讲话哦，真的真的，台中都这样子啊，在台中高铁，我跟你讲，他们留言，我讲完这一段，他们会在贴文留言说真假啦，他讲这种话。他们会这样子留言，他们连网打字，他们都先起手式就真假，他们这样子，所以去台中高铁站买车票，我要两张到南港，真假真假的，那边真假好，起手式，我在台中，我在台中那个买车票从来没有人说真假，对啊，他们有在憋啦，嘴角真真真，先把真假吞掉再问你，他吞下去，明明我去台中住饭店，然后要 check in， 我说我们有订饭店，他也没有说真假，因为我们台中人还是知道自己检讨，其他外县市人不能接受，所以我们真假我们会吞下去，啊，如果知道你是台中人，真假你要去南港啊。真假，我们好，这个我们保留，到时候看留言，留言看留言会不会留真假，大家刷一排真假好不好？好，台南代表崇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崇宏。台南人大家知道小吃吃起来就比较甜嘛，带点甜味，他讲话有点甜，就是你。尾音有一个你，哎呀，你哎呀，啊，是没到底没来起不？你有这种，哎，还有这个你的时候听起来就稍微有一点小小的黏腻感。然后有一点那种亲切感，你嘿，阿兰到底来吃饭好不？你有这种，然后另外，婆婆也是台南人啊，有哈，会腻吗？他会腻吗？有偶尔会，所以有时候一讲到你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点，大家大部分啊是来自台南的，然后另外台南有一个在海口地区，在湾里还有喜树、茄萣这一带的比较海口，它海口腔加的是打。对，很特别大，有吗？高大，接近高雄那里，海口，怎么加？怎么加？可以打，你们可以都打，可以都打，可以打。我们来去买沙龙 pass 来打打。这样子啊？真的打？啊，我们小时候听不懂哈，因为我眷村长大的，听到遇到这样子的人，会以为是要去打架，可以都会打，可以打，对呀。然后另外一个更小的是在台南的善化，这边当地人叫善化，台语是叫。鲜花，哎，一般人是叫鲜花，鲜花，鲜花，哎，台湾会叫有点像风险的鲜，鲜花，鲜花，鲜花。那高雄人说，那叫秋瓜，好不好？哎，等一下，老师真的有这样吗？真的啊，真的。哎，看什么样？看什么样？啊，月亮，那来看月牛，那看月牛，好不好？月牛，真的叫月牛，是多丑的月亮，假的。高雄人都说月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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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讲究跟专注音的关系啦。啊。像社会因依然都进好进啊啦，进好家，进人头，进厉害，啊有人讲牙低啦，有人讲牙粗啦，你说筷子低，我们一般的说是说低嘛，那有的人说嘟，啊到底恁讲是低还是嘟？那是泉州音加漳州音的关系啦，对，什么？泉州音跟漳州，啊起码我沟通。死台北人！你回家就回家，好不好？台北，我想要，我想跟你们帕姐，来聚会啊，来聚会啦，聚会。对，我是要问，我回去问问大家，我会嘟跌倒。对，可能你听不懂，可能会听不懂。嘟个低吼，你爱看迄个啦，啊，你爱讲。我还想嘟，我还想低，你有三位名词，那酸，他才听得懂了。不然嘟出来，大家不然嘟什么？你怎么讲嘟下 ？OK， 好，接下来高雄代表齐妈，大家好，我在地高雄的啦，高雄，啊，齐妈，你月亮怎么讲？
月亮，月牛，月牛啊，月牛，月牛，月牛。你刚刚也是讲月牛，月牛，月牛，月牛。他是讲高雄人抓。月牛啊，是月牛对不对？他抓什么？月牛、月牛、月牛拢有，拢会猜。高雄的假牛。高雄人很有办法哦。你是高雄的牛。高雄人很好笑，如果说你要给他杀价嘛，他说。十块都太五块，阿发多，就是没办法，阿发多都要等加强那个口音，阿发多，阿发多，哪有办法？无法多啦，我太无遐多啊，哦，来你杀杀杀杀杀，阿咧，就是说，人啊要出嫁哦，他就很不开心，阿发多，我无咱两个来佚佗，阿你讲，阿发多，阿我你处理，好可怜，阿发多。好多，好多。所以你讲来讲去都是同一句。对，讲讲八次，可是其实就两句而已。刚刚那我讲了什么时候？我有新的内容产生。奇怪吗？有啊，你很 repeat 哎。如果我不阻止他的话，他会到底讲几句？是哦，整集就只有这一句。好，桃园代表方婷。OK， 我自己帮自己拍手。桃园的那个有什么特殊的吗？比较没有口音，可是我们就会分桃园区跟中壢区。然后我们中壢区的人不会说自己是桃园人，对，我们会说我们是中壢人啊，什么桃园人啊，就是分很清楚。会生气吗？会生气。那时候我们前阵子那个不藏私来录影，然后许鞍芳就说。中壢是在哪里啊？是在苗栗还是在桃园？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超好笑，我就把它发出去，就网友就炮轰，他们就说，怎么就中壢人啊，什么桃园人啊，中壢就是中壢，没有分什么北中南这种的。真假？真假？对啊。真假？真假？而且我们如果台东人讲的话，会让人家觉得想要讲真假。真假？他其实有他。没有，真假啦。然后我们中壢人这么团结哦，他们是客家人，而且我们客家人都很多，所以其实你们刚才讲台语，我其实都听不太懂。哦，所以你都是讲客家话？我是听比较多客家话啦，就像是我们可能会讲那种什么新蒙音啊，或是陈蒙音、陈蒙音，就类似这。还有啊，你们客家话说楼梯懂懒爬，什么懒爬？对，楼梯很难爬啊，楼梯很难爬。动懒爬，楼梯，对啊，楼梯，楼梯动懒爬，嘿，是楼梯很难爬。老师，你可以讲是标准的吗？楼梯动懒爬，哇，动懒爬，我很懂，我很懂懒爬，楼梯很难爬，楼梯动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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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，刘德华，再一次，刘德华，其实跟广东话有点类似，楼梯。楼台都来趴，太明显了吧？东南趴，谐音很难。东南趴，对，他们说东南趴，东南趴，不能东南趴，啊，东南趴要往里面趴，对，南趴。客家话说到这样子呀。牛牛的奇葩，牛牛的奇葩，牛牛牛牛的奇葩，奇葩，哎什么？哎，软软的马吉，马吉嘿，所以马吉是奇葩，奇葩，啊，往来都蒙你啦，蒙你啦，哎呀，俺爱寻蒙你啦，寻蒙你，蒙你，我要吃凤梨啦，俺爱寻蒙你啦，啊，是蒙你，那个是海口腔的，那个海风腔，海风。海风腔凤梨，如果是四线腔的话，它客语是讲凤梨，凤梨是海那个海风腔。有什么差？有什么差？凤梨最后一个云林代表林静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静，我云林八杠哎，所以你是在云林出生长大的吗？对，云林出生长大，到当兵前我都在云林。你有当兵哦？有呢，哎，不要看我现在娘娘腔，有当过兵的呢。女兵的，就是因为我当兵跑去台西海口，云林最西边，所以有听到海口腔。我自己觉得我台语还不错，然后到那边我觉得我台语整个崩溃。怎么了？因为他们好爱拉长那个尾音，然后我整个听不懂。
什么？你有可能是？例如假霸威，我们就这样讲，他们假霸威。怎么可能啊？不可能啊！法国人啊！法国人有假霸威啊！喜欢哦，因为我觉得那边，你那边可能就是海。海风很强，所以他们必须。哪是哪边的人？台西，云林最西边。海口音啊，我在那边当海巡。嗯嗯，对。像这边换红酒店说。太有情调了吧？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尾音很长，如果他讲的句子更长的话，每个都拖尾音，我整个听不懂。哦 ，OK， 现在呢，我们要进入那个，因为光是这样聊，我们就已经台北人就不飒飒了。对，完全听不懂了。不飒飒。但是接下来会有更 confuse 的事情出现。不要再有英文。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